来自台湾的吴宝春卖方店开到乌节路啦。新店设计成开放式厨房，顾客可以闻着诱人面包香，一睹冠军面包的制作过程。这里当然少不了最受欢迎的荔枝玫瑰面包、酒酿桂圆面包，以及专为本地打造的一系列软面包，芝麻薯薯、花生薯薯、南洋风味的咖啡 C、酥脆咖喱鸡，还有全新三明治系列，口味包括火腿、卤蛋三明治、德式香肠三明治。